在比赛开始之前，请大家把手机调成静音或者关闭状态。赛场内禁止吸烟，拍照请关闭闪光灯，谢谢合作。Before the game begins, please shut down your phones or set it to silent. No smoking in the stadium. Please turn off the flashlight when taking photos.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Please let me introduce the referees and players of this match. 一号台裁判员孙树静，记录裁判员刘凯。Table number one, referee 孙树静 ，record referee 刘凯。运动员中国选手龚海峰。Players 龚海峰 ，China。中国选手张坤鹏。张坤鹏 ，China。二号台裁判员杜环玉。记录裁判员张建国。Table number two, referee 杜环玉 ，record referee 张建国。运动员中国选手吴振宇。Players 吴振宇 ，China。中国选手王野。王野 ，China。三号台裁判员薛浩，记录裁判员高妮妮。Table number three, referee 薛浩。Record referee 高妮妮。运动员中国选手阿布拉江。Players 阿布拉江 China。中国选手吴浩。吴浩 China。四号台裁判员刘金浩，记录裁判员赵家乐。Table number four, referee 刘金浩 ，Record referee 赵家乐。运动员塞浦路斯选手凯瑟琳斯派若。Players, Catalina Spiral, Cyprus. 英国选手克林特·艾安森。Clint Ainson, United Kingdom. 五号台裁判员易龙，记录裁判员冯雅琪。Table number five, referee 易龙 ，record referee 冯雅琪。运动员肯尼亚选手彼得·基尼瓦。Players, Peter Kenya, Kenya. 中国选手郭丽。郭丽 ，China。六号台裁判员徐锦言，记录裁判员彭湘瑞。Table number six, referee 徐锦言 ，record referee 彭湘瑞。运动员韩国选手黄勇。Players 黄勇 ，Korea。马来西亚选手李沙哈山。Lisa Bin Hassan, Malaysia。七号台裁判员范文涛。记录裁判员杨美燕。Table number seven, referee 范文涛 ，record referee 杨美燕。运动员西班牙选手胡安·杜兰。Players 胡安·杜兰 ，Spain。英国选手肖恩·奥哈拉。Shane O'Hara, United Kingdom。八号台裁判员刘法恒，记录裁判员魏金亮。Table number eight, referee 刘法恒。Record referee 魏金亮。运动员中国选手李赫文。Players 李赫文 China。中国选手奚宏宇。奚宏宇 China。九号台裁判员金炳新，记录裁判员傅一冉。Table number nine, referee 金炳新 ，Record referee 傅一冉。运动员卢旺达选手让皮埃尔。Players Jean-Pierre, Rwanda. 蒙古选手阿德利格尔夫。Deli Gofu, Mongolia. 十号台裁判员王忠尧，记录裁判员石凯奇。Table number ten, referee 王忠尧 ，record referee 石凯奇。运动员加拿大选手莱克麦凯。Players Lake Mikey, Canada.刘尼汪选手杰里米·安加马。Jeremy Angama, Reunion。十一号台裁判员温天鹤，记录裁判员龙飞。Table number eleven, referee 温天鹤 ，record referee 龙飞。运动员南非选手维斯·莫拉克。Players Vezi Moraki, South Africa。蒙古选手巴纳仁图雅。Narantuya, Mongolia.
十二号台裁判员贾舒淇，记录裁判员崔旭。Table number 12, referee 贾舒淇 ，record referee 崔旭。运动员阿根廷选手乔治莱诺斯。Players George Lanos, Argentina。中国选手王大双。王大双 ，China。十三号台裁判员张毅，记录裁判员杨俊奇。Table number 13, referee 张毅 ，record referee 杨俊奇。运动员中国选手石汉卿。Players 石汉卿 ，China。中国选手孙红瑞。孙红瑞 ，China。十四号台裁判员刘欢，记录裁判员郑俊立。Table number 14, referee 刘欢 ，record referee 郑俊立。运动员中国选手陈志刚。Players 陈志刚 ，China。中国选手杨帆。杨帆 ，China。TV 二号台裁判员张兴禄，记录裁判员王瑶瑶、杨之光。TV table number 2, referee 张兴禄 ，record referee 王瑶瑶、杨之光。运动员中国选手宛同乐。Players 宛同乐 ，China。菲律宾选手杰弗瑞·伊格纳西奥。Jeffrey Ignacio, Philippines. TV 一号台裁判员刘东来，记录裁判员王冰冰、董春波。TV table number 1, referee 刘东来 ，record referee 王冰冰、董春波。运动员英国选手加雷斯·波茨。Players Gavin Poss, United Kingdom. 中国选手楚秉杰。楚秉杰 ，China。现在比赛开始。Now let's get started.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预备，三、二、一，开始。加雷斯·波茨获得开球选择权。各位网友，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河北秦皇岛秦皇岛银行侨世杯第七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 TV 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各位晚上好，我是苏新元。大家晚上好，我是张清勇。张指导晚上好。阿苏你好。嗯，今天最后一场比赛了啊。嗯，张指导辛苦了。阿苏辛苦了。嗯啊，所有的直播团队的幕后人员辛苦了，还有观众朋友们，你们也辛苦了。对阵的双方是现在上场冲球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英国的球手波茨，嗯，对阵来自吉林的球手楚秉杰。比赛采用25局13胜14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本场比赛呢，也是两位选手在本次总决赛胜部的比赛，赢球的一方呢将继续在胜部征战，对，落败的一方呢将跌入到败部。没错啊。在之前结束的六届总决赛当中呢，波茨这边是手握三个冠军头衔啊。嗯，我们已经是第七届了，有三届的冠军啊都是被波茨拿下。可以说波茨还有范伯宁是本次总决赛的海外军团的领军人物。对，看一下低杆会来，右边中带刚刚好，十五号球。
波茨在本赛季获得了美国乔氏中式台球国际公开赛的冠军，当时在决赛当中呢，战胜的是李赫文。十秒。五、四。反方向啊，四七，缝隙中间，左边中袋啊。波茨啊，非常认真，中杆打进即可，按角度，还需要从左边啊弹边库起来，直接低杆往下走的话，右边的袋口呢也是不太好去确认，但是十号球、十五号球的左下方底袋是肯定够下的，所以一定要蹬左边边库，向屏幕右边走。要发力，不能太轻。左塞不要太多。角度也合适啊。嗯，基本上应该是两个低杆，八号球反向中袋了啊。第一局，加利斯波茨胜，比分1-0，开球清台。第二局，楚秉杰开球。楚秉杰，楚秉杰也是够辛苦啊！参加完了中国区的选拔赛之后，获得晋级名额，马上马不停蹄的参加了自己签约公司的举办的这个比赛追分大赛，对，而且一路超神的发挥啊！显示出了这个热的发烫的手感，看看在乔氏的比赛当中啊，他能不能一如既往的持续自己超神的发挥。上来这个冲球啊，就是效果不好。楚秉杰也是本次赛会啊，在中国球员里边夺冠呼声比较高的几位球员之一啊。没错。那这回两位都是夺冠大热门，率先在提前碰上了，对胜波的比赛碰面了。而在上一时段啊，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咱们的卫冕冠军郑宇博是爆出了一个冷门啊，对，输给了雷伟民，输给了雷伟民。然后在一场强强对话当中，小刘闯是输给了王云。王云，这比赛真是啊，胜负难料啊。但大家都觉得自己意料之中的那个人可以赢的时候，往往你要考虑一下他的对手。对，这也是台球比赛的不确定性。对，它毕竟不像是咱们玩扑克牌啊，比点力，比牌面啊。
这还有更多的运气在里边。对，往往一个 K 球，一个失机啊，一个冲球，就决定了比赛的胜负。没错。啊，这杆中带推的也是有点过头啊。现在这个五号球的底带，波斯反复的在看，而且白球行进方向向屏幕左边，也是奔着黑八这方向来的。右上角，上方的挡了两个袋口啊，十四、十五号，单色的上方选择的袋口就比较单一了啊，黄一左边中袋，六号右边中袋。博斯还是在看啊，这六号球左上方难道要进攻吗？如果左上方有下的话，倒是还可以一拼啊。啊，利用低杆横台叫黄一。有下。准度啊。嗯，没问题啊。今天我们可以仔细来观察一下这个波茨整场比赛的一个进程。嗯，我举几个点吧。你说，比如说，波茨从咱们的第一盘到最后结束 ，A 中带没进啊，他 K 了几杆球。然后呢，波茨在一些边扩球的处理上，比如说，我们以这个中立为界限。大力跟中小力算两个范围，他曾经在大力的范围内用过几次，嗯，中小力的范围内用过几次，这两点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这跟他本身球风也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就是以往啊，波茨的表现就是半贴过球啊，基本上不会用太大力量，中力中小力打进，然后就是 K 球，能不 K 叫到位就往里打。对。这就是一个球风啊，一个风格的一个人。每个人的风格都有不同的地方。十二号有下，右上角刚好十二号、十五号过了十三，下方左下角一个十一，黑八右边中带可以作为最后交位的一个带口。十一号角度啊，不要叫太大啊，稍稍直一点。
轻推推起来就可以了。第二局，胡敏杰胜，比分1-1。第三局，加雷斯波斯开球。上一盘楚秉杰是非常漂亮的青台啊，对，可是呢看出一个信号啊，波茨的这个简单的中弹没有打进，这也是现在近一两年来波茨就偶有发生，对，以前波茨是稳定先生啊，对，这种球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不太应该啊。你说难度球、大角度啊、长台等等，还行。但这种球，它叫到位了，就很难看到打进。对。而一过来第三盘球，波斯炸球又不进了。双方今天在前三盘球里边，楚秉杰一个炸球不进，波斯炸球不进。楚秉杰这边，前面抓住了一个第二杆呢，就刚才波茨的一个中弹失误，嗯，扳回一分。两个人目前其实上来就态势并不是说特别那种让人窒息的那种压力啊，就是说一上来好你打光了，或者我一上来我也打光，两个人都不敢给对方留机会。两位选手年龄也是相差10岁啊，波茨是1984年出生，嗯。看这个七号啊，对，有没有想法？奔着七号来，蹬点中高杆左塞出来，合适啊！好球，好球！这个手感啊，我一直认为楚秉杰是中式球坛少有的天才球员。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美式打得也非常好，拿过世界冠军。对，在中式打得又非常好，而且在整个2018年。大大小小冠军加起来不下5个了，嗯，这双膝的咱们老说这个样样通，或许样样不精，对，但是这楚秉杰用实力证明啊，我样样通我也样样精，对，不过这里边还是有前提，他回来之后呢也练了好久啊，肯定是，那是肯定的，时间要付出啊，但是天赋决定他不用花太长时间，对，能力在啊，天才就是天才，这个东西事实胜于雄辩的啊。刚好六号球一推一顶，花色球顶开，黄一回手啊，叫下边中带的单色啊，然后相反的黑八打底带，你打一顶，顺便把对方的球贴到库边，职业中式打法。
三局，楚炳杰胜，比分2-1。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第四局，楚炳杰开球。两个人的炸球，除了第一盘波茨上来有球进，这边楚炳杰是没有炸进啊。延时，非常的慎重啊，一直在看这个球局分布的一个情况。黄一定颜色，低杆回来，上方五号有机会可以去组合。出杆的这个点位要小心啊，不能先碰对方的花球。嗯。还是轻轻的带一点低杆，往回退一点点。右边中带有六号。甲方二号球有机会可以叫七中带啊，这杆选择还是比较多。打二如果能叫到七，下方的四也能解决掉，再向上。稍稍有一点点过头。不行，就高杆对右边边库再回来啊，甚至于说带一些旋转在里边。那波斯也在看反向的四号球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叫中带。我第一次看到波斯比赛是在2012年，咱们首届的总决赛，当时在电视机前看到波斯跟梅林的比赛，我就感觉。第一，就他们玩的跟我们玩的到底是不是一个运动？第二个就是这个化繁就简的能力。第三个就是这贴库球怎么这么准？我不知道您当时在解说间，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这一行嘛。嗯。这个我作为晚辈啊，向您这个询问一下，您当时在转播间的时候是看到波茨是什么样的感觉？是跟我一样的感受吗？嗯，当时我也是从这个电脑画面里看的啊。嗯。也是在现场看的啊，这张，因为当时也是没有去给这边做解说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两位球员本身的这个对于台球理解就相当的高，嗯，虽然说梅林可能是在这个美式上比较多的时间去投入啊，但是他对于台球理解的程度，让他在跟其他的中式的这个球员对垒的时候呢，没有占太多的这个下风，嗯。而且强大的这个心理素质啊，
包括一些非常好的变通能力，让他能够杀入到咱们的这个总决赛的决赛里边。是的，其中有一场球他是碰到吕鑫还是碰谁，他有一盘打了四个范带，我有印象，有印象。然后波茨这边呢，谁也没想到那一届啊，用三脚架摆的这个球，对波茨能炸出来那样的一个效果，连续的炸完中带进，然后散盘轻台，炸完中带进散盘轻台，那种无形的进攻的压力就给他的对手非常大。可能中间在开始的环节他差一点点有一场被孟凡宇淘汰，对，然后扳回来就一路顺风顺水杀到最后的决赛，然后最后通过一个稳定的进攻赢下了这个梅林。那场比赛这两个人真是打得各有特点，美式的梅林可能打得有些地方线路上更开放一点，天马行空、天马行空，而这边波茨就是稳扎稳打，最后夺冠。加雷斯波茨胜，比分2-2。第五局，加雷斯波茨开球。这盘有球进，而且白球的位置控制非常好。嗯，可惜美中不足的是，就是这个球形，嗯，还得稍微费一些周折。那我们看比较近的，就是一号球啊，这边可以再想一想，要不要用一号球简单来讲去撞开球队，或者如果选花色球的话，需要过渡球啊处理好。延时，目前来看呢，选单色球是最好衔接上方球队的。目测这个角度，六号球都不用去 K 啊，直接可以单独做就可以。看波茨有没有其他想法。花色球分布呢，相对除了上方的九号球以外更简单一点啊。而单色球还有一个右边中带上方的三号，离库边比较近。稍微对于准度要求比较高。十秒。五、四、三。量出来 K 球线路。想青台是必须要去解决上边的这颗与六号球还有五号球相贴的这个九号了啊。一号球这个位置啊，主球应该是从一号球的下方啊。对。过去，旋转多一点啊，右塞多一点，杆法不能太低。但是这一号球这个位置战略要冲啊，正好到这个衔接线上。嗯，你得避过。杆法不能太低啊。嗯，看他控制吧。对，右塞要多。好球，好球，好球，算有效果。嗯，有机会打进之后，白球可以吃右边边库往下走啊。避开中带带口就可以了。嗯，还有些效果啊。是的。
那么上手有没有想法直接就打这颗啊？这个球如果打进之后，白球正常的高杆吃弧弹起来，就算是顶到二号，都是一颗好球。底带反手十二号中带，第五局，加雷斯波茨胜，比分3-2，开球清台。第六局，楚秉杰开球。感觉两个人啊，前面试探性的几盘之后，最起码波茨是慢慢的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手感。嗯。回过来就看楚秉杰啊，能不能够去跟对方啊僵持住啊，也同样用自己的一个强大的杀伤力啊，清台，把这个比分咬住。多了。六号可以过渡啊，做好二号球角度呢，用一号球可以直接下来，再去衔接三跟四。光一啊，角度关键球，不能太大啊，一点点向下角度就可以了，最好就叫上一个自然推，不用发力的那一种。在上午第一场比赛，范伯宁这个裤子的兜里边好像有手机在里边，我们看到这个楚秉杰的裤子兜里边好像也有东西啊，是吧？嗯，我刚才看他们比，我想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可能跟个人习惯有关系，我打球是裤子里是不能有东西的，兜里不能有东西的，我都得掏出来。我也差不多。楚秉杰这边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对贵重物品，但这个放裤兜里反正也比放马甲兜里安全。是是是，希望不要因为这些东西去影响球员啊。对，还是带着低杆往回退一点点，弹裤边再起来，三就中带好球，继续啊，低杆往回退，中带黑八，
六局，舒炳杰胜，比分3-3，开球清台。老伯，追上啊！来呀！太平了吧？库欣这么好，啊？追上啊！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加雷斯波斯开球。10秒，延时。JK 刚好还能进攻，看看角度，感觉应该还是有一点点向上。这个球低杆往回退的话，多少会刮着一些九号。看可否去推过来啊，如果下低杆的话，就一定要将九号球顶走，才能去叫到左边中带。放弃了红三，二号球。那后面肯定是还要利用中带的区，交到屏幕的左边打三号球的右边下方的带口或者右边中带，这样一个选择。这杆球角度可以叫的稍稍大一点，这样的话打七号是便于用低杆往左边去交位。杆法不要太低啊，发力。这杆球主要就是因为角度啊不够薄啊，角度可以再大一点啊，这样的话就更好去走这个位置了。
杆准度。第七局，楚炳杰胜，比分4-3。第八局，楚炳杰开球。10秒，延时。看效果，没带到，白球再出来，上方五号。看角度，还可以继续的调红三右边的中带。那么这杆球有机会可以调五调三下来打七，打七推下来，继续用黄一去 K 左边的六号球，右边下方四号还可以作为一个过渡。较直，太小了。那这个角度可以直接过来顶六了。七号还能打，再往下推。但因为角度上的不同，所以说这杆球你推过来，一定要小心，不能被四号球挡住。发大力啊，强行的蹬杆，中高杆发力啊。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叫缝隙中间。八号十一大缝隙还是叫上去，能力在不是问题啊。危险，
第八局，胡炳杰胜，比分5-3，开球清台。第九局，加雷斯波斯开球。这个阶段的波茨开球环节是不进球了，反复的是被楚炳杰抓住机会啊，去得分。屏幕下方给出了乍清的统计。在双方的前八盘呢，乍清各是两次，但很显然楚炳杰的接清更多啊。十五号在打进，来看上方的这个角度。十四号左上方还可以进攻，白球横向的弹边过出来，杆法不要太低。然后左边中带十号还可以继续啊。不能太轻，那稍稍发点力量。好球。就稳定性。遇到这样的发挥，没话说啊，没办法啊，确实你不能说自己打得不好，你没有机会上，对吧？只能说对手打得太好。中台推下，可以稍稍带一点点的右塞啊，不要太多，避开黑八。嘎嘎到位。对，反向八号。6-3，官方暂停10分钟。
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老伯，追上啊！来啊！太平了吧？库性这么好？啊？追上啊！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先角，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公学和中学八九。波茨杆，中式球杆开创者。波茨杆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2019生肖大脚，天鹅庄大金福，开运就开天鹅庄，送礼就送大金福，天鹅庄大金福刚红，澳大利亚天鹅庄。富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在训练场，在职业赛场，以球员反馈制定严苛标准，野道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九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3年售后质保，超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九万，厂家包安装。九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九万。销售热线400-6000-147，转二。是我的眼，带我看球房的一切。手机实时查账，开台状态一目了然，明细清单想查就查，可一操作及时推送。手机管球房就选优管家，淘宝搜索优泽计费系统。超低价超底价，
国际大师赛期间购买爱跑光影桌球28000元每台，缴纳全款，加赠正版波茨杆一支，限量五台，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0-147转五。敏捷开球。看一下开球，两球过线，中带没有球进。这个冲球的好手感啊，一直无法持续保持。对，比如说冲进得分，冲进再得分。没有下球就没有办法去完成一杆炸青啊。嗯，三分的领先优势在高手之间的博弈当中这不算什么优势啊。对，尤其是在第一阶段刚刚结束，第二阶段开始。看样子七号的左轮中带失误也是没有挡住，可以直接去交位啊，利用低杆横向走。你看还是有一些向下的角度啊，并不是非常直啊，给高杆推下来。比较好的白球落位的位置可以是136中间的位置、啊、怕打不进呢 啊因为前面有一个笔直的，它有一杆失误、没问题啊，对，136中间这个位置，对，继续利用低杆往回退啊，还可以叫一个双位。刚才张指导的担心啊，这是我们都开始为波茨的准度担心了。对，那你看波茨现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对吧？或者说他给我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已经不是最早的那个好像没有失误的那种稳定先生了啊。他刚来的时候28岁，现在已经34岁、35岁了。嗯，时间过得真快。对。这局面啊已经形成了，一号二号可以把左门中带啊，这杆框一看角度还可以低杆往回退一点点，二号较直一点，八号就中带了。10局，加雷斯波茨胜，比分4-6。
第十一局，加雷斯·波斯开球。好，一上来先定颜色。继续啊，领中低杆蹬回来。还是应该有一点点向下角度啊。继续啊，中低杆往下走。这局面炸的是相当好啊。交到11号中带。下方啊还有两个底带。过来看一下过渡球，教时十教九是不是很好控制啊？好控制的话就教时横向推九，八号又是中带。如果说横向的有四号啊，在十教九的时候啊，四号球这个位置是有点碍事儿，你可以反向教，比如说九教十都可以。嗯，过来了啊，九教十。十一局，加雷斯·波斯胜，比分5-6，开球清台。第十二局，舒秉杰开球。开球时机。哎，暂停之后，舒秉杰也是开球不进了啊。谁没想到啊？嗯。一次 ，illegal break 一次，开球时机。嗯，要进攻还是？继续继续。嗯，继续了啊。哎，张指导，这时候比如说我说继续击打，但是我觉得又不是特别把握，还能说重新摆吗？嗯，不行了吧，应该不行了。嗯，就不能那么随性啊。是啊。
万一你说重新摆，我答应你了。我刚买球花了两颗，你说让我给我复位，我想刚才那局面好，你赔给我，你赔给我怎么办？这拿比赛当儿戏了。嗯，这也是咱直播间的这个水友啊，这个提过问题，说就是我决定要打了，可是突然间我觉得又变了，白球纸撤下去了。对，我还能不能这个就重新冲球或者怎么样？不可以了啊。球星也很有意思，嗯，其他的这些十四颗球呢，都交通拥堵，他只有单独的一颗七号球，对，带口球，独守远方。啊，这一盘有点像平时练球的一些对横球形，对，横向的小球形，一排四颗，一排四颗，上面一排五颗，嗯，好了，但是上面那一排里边，两两有离得比较近的。而且挡住了一些比较好打的两侧中带的一个位置。对喽，打可以打，但是好打中带没有被挡住。还是有下，轻推推进，再走左边中带一推，好了，左上角六号一杆准度，这个局面就全打开了。波茨这个球员啊，那简化能力非常强，太强了。主要是先后次序的计算，嗯，以及白球的到位啊，选球思路也非常好啊。要尽量较直。哎，哟，这杆球太多了啊！这种走位，波斯看来是这两年真是有点走下坡路了。这种球白球不应该啊！而且这盘明显，我觉得他选球次序上来，最后四颗是有问题的。上来就是先打中带。然后打六下来，右边底带那个球他打得太早了，他提前了一步啊。出品接上手，滑球局面非常开放，打进一颗，两秒中带，下方找机会把十号跟十四号打掉啊，尤其十四打完之后呢，十一的带口也会让出来。上手十，九号也合适啊，然后横向可以打十四。嗯，正常啊，高杆，稍稍挂一点点右塞啊，推弹出来，再用十一号向上，叫十二号，十二号叫直，黑八可以叫反向的底带或者中带啊。
12局，苏炳杰胜，比分7-5。长城万里自东起，扬帆破浪济远航。20年，秦皇岛银行自长城脚下走向冀中大地。20年，秦皇岛银行从渤海之滨开启新的纪元。感恩20载，筑梦新征程，秦皇岛银行。13局，加雷斯波斯开球。这一杆是有球进啊，并且有开球的这个限后进带啊，算两个球次。中带先定颜色，单色球，右边黄一，角度留合适啊，因为下方有个15号球，刚好出杆的位置有点别扭。要不然你就往右边多推一点，或者停在那里都可以啊，不要走到15的上边。嗯，手架小心。要吸取上一盘的教训啊，因为一杆随手的教位。看角度啊，还是比较直啊。中低杆往屏幕右边去蹬，上库哥过来，5号球还是比较直啊，直接就可以往回退，叫下方单色的底带。轻推即可啊。13局，加雷斯波斯胜，比分6-7，开球青苔。14局，朱炳杰开球。
回过来这盘，楚秉杰也是开球有球进带啊，看看能不能同样的利用开球进带去完成炸清，并且保持一个两分的比分优势。花色啊，左边十一号定颜色，下方六号可以这个位置啊，作为打十二的时候去停白球的位置。还有就是左边刚好下方有一个十三号球，那么这个杆打十二就很关键。白球是轻轻顶十二停下，还是说要发力？发力的话要小心六号过去不要将十三的位置啊去挡住，或者进行影响。好球啊！先打中带，低杆往回退一点点，再叫下方啊，与二号稍微的相贴的那颗滑球。太多了，那么这个角度还好是白球啊，没有靠库边。还可以尽量的将白球停在二号球的右边。再来啊，依旧带着低杆，刚才可能是我的幻觉吗？我感觉那十号球的右上方的一半啊，就五分之一的位置好像没有了。您也是，您这说球就说球，看十号球干嘛？其实我也刚才有点害怕。是吗？对，可能是那个白边的位置啊，是有一些光学反光，反光啊。您大半夜的，您说这个，您可要负责任啊！放心吧，晚上你放心啊，放心，没事儿。放心，您肯定会先走的。我会让你自己回去的，你放心。哎，还可以啊，还能准度的调回来。四局，楚秉杰胜，比分八比六，开球清台。十五局，加莱斯波斯开球。
这三盘球双方的一个开球进球率还是挺很高的啊，但都不能保持持续啊，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断了。对啊，炸青树能看到这边波茨已经上来了，4-3，但是接青率应该是出炳杰要领先波茨的。对，两个人今天比赛没有回合，对，基本都是1-1，没有太多回合。对，没有太多回合，你打不光我上，好了你就坐着等着摆球吧，就是这样。这盘局面也非常好，双方看看这种青苔的啊局面能够保持多久，是不是能够打到类似于一个13-11这样的一个分数。嗯，可以把七先打了，这个五号打进之后不要往前走太多，然后呢七号球打进，因为七这个位置还是很尴尬的，它附近是有黑八，影响了一定的进攻线路，包括后面去交位啊。嗯，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相继的海外球员都被淘汰了啊。嗯。像保加利亚的提克里夫、巴西的女球手泰利、若昂巴博萨、葡萄牙的、英国的本罗兰、泰国的瓦纳普拉蒂普，还有荷兰的琼克蒙、智利的奥桑多，还有蒙古的铁木真，啊，都被淘汰了，也基本上如我们所料啊，在第一次第一轮双败里面 啊，基本上国外球员居多，对。除了今天第一场比赛，范博宁战胜了赵汝亮，爆出一个冷门以外啊，我们看到这个菲律宾的伊格纳西奥战胜了西宏宇、啊，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啊。然后楚阿赢了石伟达，对。可见这次的外国军团啊，有个别人具备很强的实力啊，对，有备而来，嗯，开球青苔。责任，所以执着。陈阳20年只生产更安全的水汽，为挚爱，为大爱。时机，很明显啊，中带九号就近带，对，六号跟十号过开球线，少了一颗球丝过线啊。本场比赛出兵就应该是第二次开球时机了啊，这个局面是肯定要打的。其实这种冲球就类似于排球比赛里边的跳发球啊，跳发球杀伤力很大，有可能下网破坏对方一传啊，可以导致得分，但是有很大的几率，就像您刚才说的，下网，机会与风险并存呢。对，而像第五届总决赛，当时赵汝亮和张坤鹏类似那样的冲球。无解的冲球只是可遇不可求的，可遇不可求，很少能碰得到啊！来回双方的你炸我炸，你又炸我又炸，偶尔那么一杆不进，对手还接轻啊，这种是的。
又到了一个类似的小反角啊。这杆不发力了啊！对，轻推对于波茨来说还是手拿把掐的啊。还是高杆轻轻推，抬起来白球看位置怎么样。十一号还可以打啊，黑八呢？我们能看到右边中带，左边下方二号这边底带是有下，这杆可以稍稍的啊，带一点中低杆弹库边起来。嗯，罢了。大了的话，实在不行叫同一个中带也可以啊，推两库。嗯，右塞可以挂的多一点点。嗯，底带能停住啊，没问题。小心白球横向，不要从这个四五缝隙中间钻过去啊。可以选择顶上方某一颗也可以，或者是轻推没问题啊，但是小心白球不要掉带。第十六局，加雷斯波茨胜，一分8-8。17局，加雷斯波茨开球。上一盘楚秉杰的开球时机，波茨抓住机会啊，轻台回过来，又到了自己开球，又有球进带，并且今天波茨冲的这个局面啊，整体上要远远好于楚秉杰冲的局面。现在呢各有一个难点啊，单色球就是一号，嗯，花色球就是十号，对，就被挡带口，不太好进攻的位置，但上手好选球的肯定是单色球、啊、对，两边中带很好选啊、嗯、而且现在这个七号是有机会弹边库带一下一号球延时啊，四号球啊，四号球打进中带可以带一下一，没事，就在量这个位置，嗯，假装他是七号球就可以没问题对吧，因为确实我最近我发现我这个颜色，咱们这显示器我有时分不清楚，十五红绿色盲吗？那不是色盲，就是驾照怎么考的？我是不是检举你？你小子，跟你说的检举你。我有病啊！十五跟十三，十三跟十二。对，我老是十五跟十三。咱这个显示器，五号跟七号，嗯，看三号球，正常啊。这显示器锐度有点问题，锯齿状。每个人上去啊，自带美颜。你看那九号球看见了吗？看见了。九号球又少一块、啊。九号球的右上方又少了五分之一啊。一到这个位置就是啊。嗯。感觉就这个角度，别的地方还不是。哎，还不是六号球的右上方。对。少了五分之一。细心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看一看。他们看不见。他们看不见。咱们这显示器是这个问题啊。还有十四号球的正上方
少了得有将近四分之一。十秒。五、四、三。比赛时间已过半。还是没有说调特别好啊。这边二号球屏幕的我们现在正对的这个袋口啊，也是感觉将将够下。回过来，右边五号的底袋，这一袋啊，好球效果啊，出效果了。对，那你可以高杆右塞跑两库出去，也可以从下往上登上去，都可以。应该还是要发力啊，登一库上去，看看角度。七局，加雷斯波斯胜，比分9-8，开球星台。十八局，楚秉杰开球。这一盘的进球也是不少，而且这个阶段呢，就像我说的啊，这高手之间过招啊，可能就是那么一个反复，三分扳回啊，落后两分变成领先一分。球打自由角度，高杆推过来，二号叫中带下来，下方还有一个76，而这里面能明显的看得到啊，黑八的右下角底带呢是被15号挡住了，而后面呢用6去叫7，横向的角度7号这边也是有一定难度，所以看这个啊，是不是直接先去来调一杆7号，然后7叫6，6叫8，刚好叫横向的左边中带。必须要连赢6场啊，才可以以胜部冠军的身份进入到最后的决赛。
嗯，对吧？三十，刚刚六十四进32。嗯，不，双败不能这么算，不能这么算。64进48。啊，对，对吧？48进36，36进24。嗯，对，应该是八场、啊，八场左右。以前其实双败这个我个人也不太明白，哎，怎么进法？怎么64不是淘汰一波下去40，应该剩32了吗？他不是，64、48，然后36、24。对，您说的对，他不是单败逃那个。对，嗯。啊，中间还有一个像有一些人还能打到一个像6进3，记得吧？有，就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特别输的，好像直接就是奔这个季军去了。嗯，特别乱啊，用语言很难表达清楚。对。好，这一段掐了别播。什么玩意儿？我这一段掐了就别播了。咱这直播呢。啊、哦，闹呢？不可能。闹怎么了？我是病人。昨晚上我药劲儿也没过。好。嗯，好球。其实楚炳杰在反复的调整自己的一个节奏。嗯。他感觉啪就不稳当，然后呢，介于一个发力不发力之间，还有一个另外想法。反复调整，站起来看一看，再下去，坚定一下自己，抛去一些杂念啊。对。18比，楚炳杰胜，比分9比9，开球清台，官方暂停10分钟。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老伯。追上啊！来呀！太平了吧？库欣这么好，啊？追上啊！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杆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恭喜和中式八球。波茨杆，中式球杆开创者。波茨杆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2019生肖大巧，天鹅庄大金福，开运就开天鹅庄，送礼就送大金福，天鹅庄大金福刚红，澳大利亚天鹅庄。富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研发生产30年，
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在训练场，在职业赛场，以球员反馈制定严苛标准，也要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九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三年售后质保，超十年使用寿命，售后保三年，人工省九万，厂家包安装。比赛继续，第十九局，加雷斯波斯开球。两个阶段啊，打成个平局。我们的总决赛的赛制呢是全程25局13胜。变成了一个平抢四的一个情况。对。再一带看效果。右下角有可能黑八这边没有挡的话啊，底带还能再拼。左下方呢，七二有机会可以传四，没问题，有下啊。这一杆很关键啊。薄太多了，差了将近一颗球。而波斯这边上来想去清台的话也是非常难啊。我们假设他十三后面有机会可以叫右边中带，但是屏幕下方啊被这个四七，对，四七这位置包围的这颗球，画色的15号，就要可能有想法了，对，就要有想法，想清台提前就要有想法，毕竟你左上角12号以后如果能露出来啊，就这杆 K 完球还能有个过渡球。起码还有两手啊，12师和两手调整的机会。对，杆法太低了，打到这儿，甚至于很有可能都不打了，直接去打15号球，然后争夺左下方带口。啊，对方上方的5号呢，稍微有点靠库边。出面就有难度，不进攻了。10秒，延时。
反过来看看楚炳杰啊，白球打四号，往屏幕的左下方，有机会可以帮进十五，也算是一杆防守，最多可能是漏了一个长台的十一号右上角。啊，这边四号球吃库借力，可以把十五挤走啊，两种打法。看来还要去挤对方球，勾十五号打到带角里边。波茨做防守可以轻轻吃库解十五号，白球就放到下方，给你打四，或者说现在看能不能直接看到十五的下半边，白球可以轻轻的去撞进对方的四。延时，要解球吗？左边中袋上方那颗五号球要碰库。嗯，没问题啊，白球是碰库了。双方斗智斗勇啊，中盘互相的也在控制这个白球，包括自己的目标球啊，顶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白球留给对方进攻比较难的位置。那这杆球右上方还不要冒攻啊，还要打，确实啊，有机会可以打进，并且从上方下来勾五，但太难了。黄一，嗯，打进，还需要准度。这杆球可是太敢打了啊！也是被对手给逼到那儿了，逼到墙角了啊！其实他从这个方向上，刚才打七向左上角，啊，白球呢往低杆向屏幕的下方去走，左上方呢利用七号球去破坏对方带口的十二号，也可以作为一个防守球。我这杆拼球确实太准了。
漂亮啊，好球啊，这球打的算是突破了啊，敢打啊，对，还可以高端啊，弹底裤再往上走，角度看一看是不是能推过去叫中带，太轻了，哎，直接推过来叫底带好了，比分十比九。第二十局，楚秉杰开球。上方的一个延时，我还是觉得上盘球就最后的一个突破啊，楚秉杰怎么说准啊，左下方有一个边库球啊，两颗，说点新的词汇，球台太平了，我教你一个，球台太平了，新的，嗯，说点新的，新的，太牛了！怎么能打得这么准呢？啊，太牛了！嗯，这是天赋加刻苦，对，得出来的结果啊。就是说，在比赛里啊。如果能够把这种球能够稳定住，就是很厉害。平时练习那还不用说，可能球员们打得都非常好，关键就是比赛里边你能发挥多少，对，这是关键的
JK 这一 K 啊，有效果了。波茨这一杆失误，很有可能决定本场比赛胜负了。对，虽然说有点够，其实他不用加上把，比如架杆啊这些啊，找一个就是不用这么强制的去够着打的，也可以。那颗球对于波茨来说不算是那种超级难的球。可以先下来叫十，来看看角度，还是向下啊。还在看向下角度到底有多大啊？延时，低杆还是高杆？低杆没问题。右上方，十三号球。十四呢，还是尽量不动啊。它是一颗非常好去叫黑八，右边带狗的一颗过渡球。十二号右边啊，先打十二号球。白球推到一个类似于线那条线上，从上往下。一定要留向下的角度。两库，右边中带。比较直啊，比较直的一个位置。有没有其他想法啊？比如说直接一库挂了一点左塞过来顶五号。顶五号呢有一定风险啊。嗯，两库从下面往上兜，就不要被五号挡住啊，直接过来顶，有效果啊。那这颗球就让我想起了会外赛里边他这最后那个败不突围的那场 TV 台。嗯，陈双友最后两个人决胜盘剩下最后二十几秒，一颗 K 球，然后剩十二秒左右又擦了一下白球。第二十局朱炳杰胜，比分11-9。
第二十一局，加雷斯波斯开球。有球进袋啊！波斯可以就是记住这个开球的感觉啊，在后面的比赛加以多利用。他这冲球是忽好忽坏，对，很不稳定啊。而且有的时候受这个发挥和比分的影响，心里面肯定是有一些杂念在里面。是的。红三啊，右边中袋，白球向屏幕的左边过来，可以先尝试叫五号球，岩石，也就是我们现在啊最下方最左边的一颗啊，叫五号球的左边打右边的袋口，但这杆球的杆法就不能特别低啊，而且要控制力量。他特别擅长这种小力，对，这白球控得相当好啊。回过来还要去看一看六号球右下角是不是没有被十二号挡住，感觉应该不太够啊。那后面来看一看啊，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单独去交位。其实我今天虽然说这个时间段比较晚了，也是挺想看到这场是不是有一个精彩的最后的几盘球。是的，两位都是冠军热门球员啊。嗯，在国内都有大批的拥趸。对，一号球过来带开六号，好球，效果相当好啊，直接啊，看看角度啊，可不可以直接低杆上来去叫四，然后四叫二。不过这杆确实是难度后面是比较大，黑八是最好打的两个底，但是没有球。对，右边中袋也没有。黑八只能是从下往上打。对，嗯。有角度啊，灯边库发力过来。还是要利用低杆往回退啊，留二号右边的中袋角度，白球往下推，争取可以叫到这个黑八的左边中袋啊。对，叫到这个打二号，白球顺着往下推，八跟十三的缝隙中间下来，白球是不能过开球线的。又够着打，弄个三十，又是没有延时，嗯，四三，嗯，还行啊，还可以，快点放加长靶。直接推或者是从边库再下去啊，直接推底袋，嗯，这一撞啊有球，太精细了，这一个
哎呀，上一盘出饼杰有 K 球，有好位，回过来，波茨有，看黑八能不能打得进。如果能打进，那这两位球员，漂亮，这两位球员这两盘球打得太好看了，太精彩了啊！加雷斯波茨胜，比分10-11，开球清台。22局，胡炳杰开球。看慢镜，看回放，中带进。火线没问题，看两组球的一个分布的状况。上手对单色，嗯，里边也就一个二号球啊。对，以他的功力过渡好，叫下方打右边中带都没有问题啊，甚至于说后面有机会打黄一，将附近的这个十一号顶一顶顶走都可以。这个角度我就支持单叫啊。嗯，整场比赛目前到现在啊，波茨左下方趴到球台上呢，够着打的一杆啊，左下底带，嗯，左边中带的一颗直线的近距离推杆，是的，两颗球就很有可能是影响这场比赛的，就这两颗球。嗯，果然啊，这边十一带走了，但是白球的效果是不好啊。嗯，我还是觉得想有点多，这个球啊。归军叫中带没有问任何问题，是就不碰那个十一。以他的这个准度来说，啊，没问题。关键时刻呢，往往就是你越去出现一些，要求多的一些杆法和 K 球，就越容易出问题。这不是别的啊，是你赢下来就到12，然后到赛点了。延时，看局面还可以啊。哟，左边上方红三。还有吗？应该是差不多啊，但看表情是不够下了吗？看不到了。果然啊，红三应该是不太够，变成了一个五号球。四、三，需要极准。哎呀，这杆球有想法啊，带着右塞打的。那这颗球看波茨啊，是不是会用白球打上方的花球包边，来去帮进对方的带口球？
厚了一点点啊，他也留了一些后手。嗯，我贴到上边，你不好进攻，我进了，我左边带口就可以衔接。嗯，放到这儿，但是波茨可以利用开轮啊，白球撞进红三，然后用十四挡你二就行了，你的五号就没有。但是这开轮也不是说开就能开的呀。十秒，延时。这个球单纯的去帮进，嗯，白球往屏幕下方走，是很容易给对方漏球的。肯定是白球放到左上角是最合适的。那他要想清楚。嗯，十三号借力堵袋口，这个不是好选择，不是好选择。十秒，除非是你能够借近，而且能叫到其他球的位置，才可以。三，单下，漂亮啊！但这还不是。最后的胜利，对，没有结束啊，远远没有结束，台面上还有七颗，对吧？还有别的球啊。而且还有剩下的局数。今天我们能看到这十四，感觉角度不太支持向上。嗯。十秒。五、四。啊，这杆球太准了！太准了。又是一个空心，反过来十二号右边边库带左塞，稍微强一点，然后走过两库向上呢，争取先叫九。那杆法不要太低啊，中高杆就可以啊，左塞用的多一些。嗯，稍大了一点点，但是还可以靠距离近啊，低杆啊，低杆可以停住。波茨的叫调整能力，叫细位的能力啊。杆法放低，力量放轻。嗯，这得是什么心脏？准度啊。心理素质啊，稳定性啊，这一刻都体现出来了。啊，右塞高杆走两库，好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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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下十二局，加雷斯波茨胜，比分11-11。第二十三局，加雷斯波茨开球。
开球时机。不进，加上开球时机，对手可以选球，选择自己进攻，或者是自己重开。还有一条就是让对方开啊。嗯。但这边波茨是一次开球时机。选择继续击打或者重新开球。而且就是关键的分数啊，11分。继续击打。继续进攻了啊。二号中带看白球，右下角没事儿，力量。七号呢，还有一个反薄。再看啊，这一扣不要掉右边中带啊。这个时候的梅干啊，失误都会成为一个致命的送分的前提。就看谁能抓住机会赢下本场比赛这一局啊，天王山之战。赛点啊，嗯，嗯，没打进，但是把对方上方撞进一颗。波斯也过来看一看自己的下方球啊，是不是有进攻？延时，反复过来看一下角度。这一盘球的难度不比上一盘小啊，下方有交位，上方又是一个十号球啊。嗯，这推杆。稳定啊，嗯，相反地带，真敢打。而且这杆的14号啊，支持说白球直接往上走，但这杆球，哎呀，还是不太合适啊。走到上方，如果叫到10号球的左上角还好，叫不到10号球左上角，直接就进攻就暂停了。13、14啊，两颗都是有下，先打下方这一颗，角度还是有一点点大。来了，奔着 K 球走的。左下应该没有啊，左下七号这边应该是没有，没有，肯定是没有的啊。左中好像也不够，左中也没有，六号挡住了。
这杆这么大力量啊，应该还是带着一点点，比如说白球能兜到这个十，没 K 到，因为那个角度太大了，他也不能确保完全的精确。对，还要拼吗？翻带。机会给了朱敏捷，直接上手啊，奔着黄一或者红三来叫啊，也就是上去要解决上方的难点，给其他球去到这个带口。还是想交到边库上，但这个对于他来说，目前当然啊，这一颗如果打进，后面都是简单球。不过一个长台啊，稍稍有点边库，看准度吧，能否在关键局关键球打进，带点低杆，白球不要走太远。好球。这一分楚炳杰应该拿下了啊，局面已经形成了。看四号是向前还是往下蹬啊，往下蹬可以叫黄一，往前推就是红三，再向下。一杆准度啊，关键局 K 八呢，右边的下方带口是没有的，基本上是可以去叫左边下方底带啊，或者是上方的中带，直接留好一号球向下就自然的。嗯，力量再走，稍稍有一点多，稍稍有点多，但底带肯定是能叫，没有问题，就稍微就是远近的问题了啊。赛点，第二十三局，朱敏捷胜，比分12-11。这边守卫被淘汰出局的中国球手已经出来了啊，老将奚宏宇啊，也是双败被淘汰了，双败了，
对，卢旺达的皮埃尔，肯尼亚的基尼瓦，还有西班牙的杜兰啊，在本轮次比赛，再加西红雨啊，都已经双败出局了。看看啊，是不是要选花色球？左边下方底带有机会，十四可以接力啊，接力红三。选单色下方关键就是六跟十五的这个位置，要看清楚，是不是六还有单下？选颜色，单色，十秒。五号中带白球向下，延时，争取可以啊，带点干法啊。把这个十五号球这边 K 一 K， 带一点低杆，不要太低啊，不要顶 K 八，顶十五。嗯，六号球有这杆是单独的 K 到了六啊。我肯定是先奔着左边打了啊，红三七往上走，然后打四再下来。中间看看楚炳杰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个人想法，比如中间利用其他球去选择先交六啊，三七，右上角基本上定了，现在已经一号四号二号教职推到右边下方，六号边库进攻，黑八如果最后呢左边底带是没有被挡住啊，就可以这样来叫，关键就是二号球啊，叫六角度。中杆发力灯啊，关键的做六号球的角度啊，争取可以推进点，嗯啊，较近较直，或者就是一点点向左的角度。黑八在左边啊，一点点小反角，嗯，已经算是完美了，那么就看你这杆准度了，准度打进，横向往左边走一点点，杆法不要太低，中低杆发点力就行了。没问题，本场比赛获胜的一方呢将继续在胜部征战，对，落败的一方跌入到败部，可想而知波茨郑宇博这样的球手都跌入到败部，如果说想在败部突围的话非常难、啊、这个竞争几乎于残酷啊，但或许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恭喜楚炳杰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随着本场比赛结束，今天的 TV 台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也感谢工作人员以及张指导精彩的点评。嗯，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明天中午12点，我们再见。明天见。